作人员宣读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人选的计票结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人选表决票计票结果发出2947张，收回2947张。国务院总理人选李强，赞成2936票，反对3票，弃权8票。宣读完毕。经过投票表决，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，李强同志为国务院总理。根据宪法的规定，现在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签署主席令予以任命。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，现在宣布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，任命李强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。